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让自己从一个男孩马上变成一个男人，但是可能有时候就是一夜之间你变成了大人，你必须要去保护你心里的那个小孩。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最大的区别是，一个真正的男人他清楚自己要做什么，他清楚自己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，也许是他的事业，也许是保护他的家人，也许是爱他的人。他用让自己变强壮，让自己有能力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去保护别人，保护他自己的那颗心，自己喜欢的事业，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Make the room bigger. Bigger. 如果你真的想要看这个人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男人，不要去看他的 body， 看他的心。